仰望中心啊，那个长春的仰望中心开业了，车绝对是这个人类历史上车的天花板了啊，没有比它再强的。自己来试驾，我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啊，长春境内仰望中心的美女特别多，那销售美女都老漂亮了，身材啊，他家的销售也天花板。看那都老好看了。你们那有对象吗？我这边强。你们是这儿的员工啊？我们穿过岁月，我们未曾被看见，却值得一生感谢。列车开往那春天，新的故事正开篇，多少变幻瞬间都变成爱的纪念。都是人我们穿过风雪，牵挂的人会相见，他们说一别大。要不看看吧，要不我招助理呢，一个月10000，没同意。行了，不说了，看车吧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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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都试驾的应该他们刚熟悉了，我刚才看你们试驾开始。行，我不着急，他们试驾一下，我给他拍一下。不着急，等一会儿下车太多了。我这开方向报报五来的。哦。你现在主要负责啥呀？啥负责？你没听明白呀？你负责事太多了。东北车会会长。司机司机。现在是啥？那个内蒙加东，内蒙加东三省。认识吗？内蒙加东三省是不？然后那个。我人呢？然后因为现在就是精力有限，实际上还有很多车友会没成立的，就是都可以做点大点的，慢慢销量起来了。现在咱东北这块有300来个车，可能是东北的，这是在群里的，还有一些像不愿意碰到路面的，他不愿意不想进咱群，留的面是吧？对。